那、哦、你的七夕节礼物啊，什么东西啊？ Eureka 扫地拖地一体机。我不是看你平时扫地拖地太累了吗？再重新再买一个那个。颜色我喜欢，这是白色的。它还有别的颜色吗？这个还有个黑色的。放哪里现在？你打算放哪里？可以保留那个灰尘跟碎屑长达45天，这样的话，它每一次把那个灰尘吸进来以后，通过扫地机吸进来的都会吸到这个五代制轻工匠里面。这样的话，它可以连手机用吗？可以的，你就不需要每一次去倒垃圾了。清空的时候也挺方便的，只要提起来，然后呢这边有个按钮，按一下，赠送的一个扫地的抹布，它都是清洁的工具哈，都塞进去就可以了。后面有颜色不一样，哎，就是这个紫色对紫色，这边是红色对红色，可能。好了，你看我放哪里？哎，你说放在这里 OK 呀，跟我想的一样。还是要摆我这边，因为那边没有电线。加水比较方便，直接把它打开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加点纯净水进去呗。对。哎，你们两个人收拾一下，妈咪要打扫卫生了。他现在正在扫描那个房间。哎，他声音还挺轻的哦。家居底下还有墙角的可以。哇，这边还有个乐高，我先把它拿出来，等一下吸走了。我们这样弯腰都不用嘞。看你表现那么好，给我后门处买点菜，往上犒劳你一下。去哪里？去韩国超市呗，怎么样？近一点。可以啊。让他在家里帮我们干活，我们出门了，走喽，弟弟走了。OK。哦，你要打扮一下。小呀，你一下长大了。哎，你说吃火锅，那买个菜吧。正在打折，来一包吧，8.49。买两包零食。哦，谢谢。哎，你不能靠。
你看，灰尘上去了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那就多一点的时候再倒，对不对？哦，少了这么多垃圾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不用每次往一次倒一次，这样麻烦。这个可以存起来。看起来挺好用的，你在哪里买的？亚马逊。看一下我们家现在就是地板上，近距离看一下，干干净净的。回家拆一下包裹，这些包裹我寄了有一些时间了，有些东西呢是给婆婆的。之前亚马逊上面有一些活动，我呢就入手了一些家里日常的东西。这是一盒浴巾，我选了紫色的，它还有挺多颜色可供选择的，浴巾、毛巾都有，这样子的，挺扎实的面料。这盒是打印标签的机器，有时候呢我有些东西放在收纳盒里嘛，弄个机器打印出来标签呢就整齐一点。这很早前小宝就叫我买一个了，我一直都拖到现在没买，依旧是选的白色的，清爽一点吧，颜色是这样子的。这是一个刀，网友呢他经常就是问我要链接，所以我还是一样的把链接呢放在说明栏里面。这个刀是我老公选的，我们买了挺多这个牌子的刀的，都还挺好用的，也有网友跟我们一起买的，我留言说很好用。我这次选的是这一款的，这个是电动的研磨器，两个。这是一个地毯，我们家有地毯脏掉了，所以换了一个新的，是这样的。本来选的是另外一个颜色，但是它没货了，这颜色就烂脏一点。这边还有一个装饰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看吧，这个插进去可以像的，找个地方放起来。哎，怎么觉得？哎，你跟我说好像。暂时放这里吧。这是一个挂在门上的，我们家之前那个呢有点坏掉了，可能是因为晒得太久了。我那个上次那个我的同学是这样子的。哦，来换一个。一现在就是一拿起来，它就很多碎屑掉下来，可能脆了。准备自己种点这个品种的菜，这个应该是杭白菜吧，或者是台湾小白菜。可以很香的，闻起来香。好久没吃过这个，哎，我也是，我从来不买的，但是好像今天这个还可以哦。嗯，偶尔吃一下就可以，不要吃那么多。我觉得味道还挺不错的。你说什么？看那个动画的名字。回龙斩。烧到了下面还有没有面条，你也把它捞起来，我再一夹，已经碎了。弟弟你要不要不要一点、啊、你要不要一点弟弟、嗯、面条要、yeah. 这个菜你要不要先给你，等一下那个我帮我放点鱼，这有哎，这边好、哦、好的。哎，今天这丸子还不错，哎，下次就买这个牌子。对，可以。其实我现的那个牛的样子。哦，有现的，我不是买了，在冰箱里有吗？有吗？有有。要吗？现在帮你拿吗？可以啊。我们是看国仔算知道。外婆老是喜欢说林心如，林心如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外婆，外婆知道。外婆特别喜欢说林心如，林心如。他也知道霍建华呢，霍建华是谁？他老公。啊，你都不知道林心如的老公是霍建华？是啊。Okay, 吃完它，等一下有没有吃点西瓜呀？谁切骨呀？是。
我接。爸爸。姐姐说她接。那爸爸。他说他接、啊。我站在房间门口，我就看那个被子好像往自己往等打开一样，吓死我那次。真的很小时候。我小时候看那个外星人看了，我自己也不敢了。做完饭，吃个西瓜。洗碗的事就交给洗碗机。他自己还自告奋勇切西瓜。还得研磨，我喜欢这个。这个真的很可以，真的很。